好，首先看到屏东的狮子牡丹满洲，低温23度，最高温有30度，都有30%的降雨机会。太武雷伊圈日21度到31度。三地门雾台马扎低温18度，最高温也是来到31度，降雨几率都是偏低的。而在桃园区纳马夏茂林低温13度，最高温有28度。阿里山13度到26度，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。仁爱鱼池水里新义低温11度，最高温有27度，1%到20%的降雨机会。和平区15度到27度，多云的天气形态，也有20%降雨机会。南庄师潭泰安低温21度，最高温有28度。关西兼15风16度到28度。乌来区跟复兴区19度到28度，1%的降雨机会。宜兰的大同南澳20度到29度。新城花莲市吉安26度到30度。秀林万荣19度到30度。寿丰丰滨22度到30度。而在凤林光复瑞穗24度到30度。卓溪玉里富里低温12度，最高温有31度，要注意日夜温差的情形。在东海岸长滨成功东河25度到30度。池上关山海端延平靠山的海端有18度，最高温29度。鹿野台东市卑南低温22度，最高温30度。太麻里大武金峰达人20度到30度，都有30%的降雨机会。在离岛兰屿地区25到30度。最后看到外岛地区低温26度，最高温30度，在澎湖地区。